是我们可以有没有就是超声波有没有发波，然后咱们可以用手去感觉一下。首先我们把它手动改为自动，168，然后功能手动改为自动，然后换回实时界面，然后把这个按钮按下去，然后轻的碰这个顶膜表面，如果有震动，就证明咱们这个超声波在发波。